哇 ，goaltending 啊，这个球已经先碰篮板了。裁判并没有吹了。卡拉尼也发生失误，这边中华队快攻机会收球之后，陈兴安过了。Yes！ 哇，漂亮的反击啊，而且还有加罚机会。哇，这个球我们可以看到收球之后啊，真的是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Good finish， 而且还有加罚的机会，所以他那个上篮其实保护球的动作是做得非常好的，没错。其实有时候这个上篮，你要看到这个防守者是在哪一个位置。